车身或者说轮毂，你修一修少说就得好几百。所以啊，暴弟建议大家新手上路一定要装上这个倒车显影镜，可以减少我们很多不必要的安全隐患。那么对于暴弟手中这款显影镜呢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去看看。最后，暴弟感谢您的支持。